我现在在 WTT 大满贯公园，这里呢是户外观赛区，大家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个大屏播放的，正是在不远处的球场内实时的比赛情况。观众朋友们呢，可以说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观赛位置，他们手里拿着小吃饮料，还可以为现场的球员进行欢呼呐喊，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。那我们是专门看这个来了，特意从成都赶过来，想看一下现场的氛围。 WTT大满贯公园与赛场近在咫尺，有隔空呼应。场地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，包括互动娱乐、餐饮市集等4大区域。这里每天举办球员见面会，球迷有机会近距离与球员互动。目前，我们 WTT 的门票的直接收入已经接近6000万人民币。那么，它还有很强的带动性。我们在推动赛事经济，带动我们的 吃住行游购娱一起来发展，首钢园一天能够进来7万人次。据了解，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是北京自1961年举办世乒赛以来，时隔63年再次举办国际乒联集团旗下的重要乒乓球赛事。